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杨世豪，今年25岁，我来自台湾。然后我今年带来的表演，它是一个 circus 的道具，它是叫 steel wheel， 就像一个 big hula hoop， 所以它有相对的危险性。我在法国街道上看到有人在玩这个，就觉得哇，怎么可以有人在这个圈上一直转来转去的，很像在飞一样。哇，我一定要玩这个，所以我就刚问他们说这东西在哪里买的。4年过去了，我现在站在这里，我的家人他们并不太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。我还是希望说有一天我真的站上大舞台了，我想要邀请他们来看我。爸妈，我上了亚洲达人秀的舞台了，这是我第一次以表演者的身份站在这么大型的选秀节目上，希望有一天回去的时候可以告诉你们我拿冠军了。Hey guys, I'm David Foster, and I love great. You know what else is great? The subscribe button that's just below. Click on it now.